这两只小熊都在睡觉，奶妈过来准备把它们抱回去。两只小宝贝看到奶妈来都醒了。轮辉慢吞吞地从架子上爬下来，静霄看起来还不是很想走。奶妈拍拍轮辉小乖乖的屁屁，让他往前挪一挪。看他也不怎么配合，就先去哄金宵宝贝。奶妈拉着金宵的小手哄，金宵还想咬一口，上面哄着不下，下面哄着也不走。把奶妈搞得很无奈，奶妈只能先收轮辉。之后奶妈回来收金宵宝宝，拿个小树枝逗他玩，小金宵还是不肯下。奶妈只能爬到架子上把他给抱下来。可以看出来熊猫的身体是真的软，像猫一样。奶妈把金宵一点一点抱下去。拜拜拜拜。就这样，奶妈把小金宵也抱走了。